爆款月销近40000只。任长的选择，只需要比切割板多出2毫米即可，不能过长，不能太短。比如您要切割的板材是15毫米的厚度，您应该选择的刃长是17毫米。很多客户认为走得越慢越不会断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我们的刀口相当锋利，如果走刀慢会出现烧刀的现象，导致切割过程中会冒烟断刀的现象。富豪专门为 PVC 亚克力量身定制的单刃险刀，性价比高，耐用，不断刀。此刀不适合加工易度板、木板类。加工参数转速18000至22000转每分钟，走刀速度6至8米每分钟，参数值设置8000，进给速度为80%至100%。